原本在 iOS 主画面最左边的 Spotlight 搜寻页，在 iOS 7已经取消掉了。如果想要搜寻的话，只要在画面中间位置往下滑，就可以叫出 Spotlight 搜寻。由顶端状态列往下滑是叫出通知中心，由下往上滑叫出 iOS 版 SBC 厅。在设定里，如果想要回到上一页，除了可以点左上角的回到上一页外，由左向右滑也能回到上一页。如果想要删掉多功处理列的 APP， 也只要由下往上滑就可以删除了。